天可洗地机全新升级，方圆设计，高级有质感，简洁大方，占地面积小，而且功能强大，清洁力加倍，顽固物资也能轻松搞定，还能躺平，各种角落和缝隙不会留下死角，空间站自动加水排污，彻底免维护，饮万水纪元家中的集成净饮中心，净化水质，十二档水温，还有并气泡水功能。好的，来。原来安门铃的是你们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小蛙来到我们的发布会现场。Hello， 老老老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安总好，严总好，各位好，好，哎，是的，那我们刚才在视频里面也看到了，小蛙已经提前有体验过我们天可这次所发布的新品了。对，我那个好好品尝了一下，好好品尝了一下，看到端在手里了，就是刚刚在。那个饮水机出来的，就是我们饮万的这个气泡水是吗？对对对对，每一个产品都有更好的体验，尤其是因为饮水机是第一次体验，然后是洗地机是更感受熟悉一些，更感受比较多，因为你看着它一代一代的更新升级啊，觉得真的是越来越智能，让你越来越省心，越来越放心，把那个家里的地面给打扫干净，方方面面都交给他，觉得真的感受非常非常好。那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觉得小蛙也是作为我们天可的老用户了，这次也体验到了我们的新品的艺术家的空间站。你觉得从你的角度出发，让我们选一个这次新品给你带来的新的惊喜，你会选哪一点？怎么能选一个呢？哦，也可以多和几个大家分享一下也没关系。这是选了 A 呢 ，B 可能就会生气，有点吃醋 ；C 可能就会吃醋。我觉得其实真的每一个都有它的那个独特性，因为他们其实都没冲突。你走到那个厨房里面，你就会想用饮水机。是的，没错。你发现地方脏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洗地机，其实都有他们每一个的特别功能。比如说你肚子饿了，你还是会想到十万。十万，是。对，所以，就感觉家里边时时刻刻在每一个地方看到天可，就感觉特别安心。真的挺难选一个的，因为需要方，都需要他们。你选一个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选一个的话，我觉得都要，家里边每个角落都要放着天可。原来大家想的都一样。是的，是的。Sure. Okay. 好的，感谢小蛙给大家带来的分享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那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视频也看到了小蛙心中美好家的样子，今天我们在现场也邀请到了上海亚艺设计主理人孙建亚老师，苏州上层首席设计师邓克信老师，天可工业设计总监何无佳，让我们邀请三位上台和小蛙一起来聊聊大家心中美好家的样子，掌声有请。